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非常感谢你们。那这次要来试玩的是这款《超燃狩猎》。我在那个 Play 商店的新品商家区有看到这款游戏了，来试试看。目前的评分 4.5 分，然后下载1000家，更新日期是4月8号。好，那这边有登录的方式，有 Google、Facebook、游客。好，公告看一下。有脸书资讯啦，好，想玩的话，我会提供游戏的下载连结。那这个脸书要再找一下。那账号管理我刚刚用游客嘛，啊，伺服器两个，好，一和二，来吧。创建角色哦，两男两女，然后头上的这个标签不太一样，大概是职业还是阵营啊？好，看一下哦，异能，好，我们稍微小心一点点。这个是突袭攻击10哦，然后这个是攻击6，偏辅助是哦，这肉盾，哦肉盾重装嘛。也就是说，总共4个职业，可男可女。然后这个攻击9，异能。哦，可男可女。然后这个是也是攻击10哦，突袭怎么那么多突袭呀？啊，这边也突袭啊，突袭。这个也是突袭，哦，这样选就行了，是不是？哦，这边是简单说上这个是选形象，哦，选形象，然后总共有4个职业：重装、异能、资源、突击。哦，比较乱一点。好，那发射。好像都可以直接改齁，嘴型随便捏捏，随机吧，连这个 Q 版的也会变耶，齁，形象就分这种四种形象啊，主要就分大概是这种四种形象，然后进而可以再做一些调整。我一开始我也看得很乱，那我们就来吧。马尾，好，嘴型就这个吧。然后职业的话，重装吧，重装好像是有点肉盾哦，不然突击好了，突击，呵呵，好奇怪。好，来吧，来吧，来吧！创个角色就花3分钟，真是的。那这边剧情介绍就黑底白字，然后可以跳过。欸，音乐怎么变那么小声？那这边是大头 Q 版的风格，大头娃娃。好，出发挑战关卡。放置玩法吗？全自动。哦，我整个画面感觉不是说非常的优啊，哦，比较普通一点点。那风格是二次元的，没错。好，布阵一下，出发。战斗的话，我觉得帧数也没那么高啊，就比较僵硬一点。有没有战斗太大声，然后出来又太小声，没有一致。超速驾驶。
那现在我们就走小声路线好了。好，方式型玩法。竟然有人留言说不是放置游戏，我看了一下那个 Play 商店上面的留言，明明就放置啊！如果不是放置，请问我现在角色在干嘛？我不喜欢这种一个画面全黑，然后只有一个地方亮的，因为我就看不清楚我在哪里。超速驾驶！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有五只角色了。好，那下面的页面有五个，好，主要就是作战这个页面，有没有离线挂机呀？不论离线什么位置挂机呀，这在这个挂机的世界里面，我不知道创了多少哈姆帮我挂机。就只要这个游戏是放置挂机，然后我又创了哈姆，那我不玩，它一直在挂机呀。所以在挂机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哈姆。好，全息 AR 培训室，这边算剧情吧，只是没有语音，那声音又变超小声，好，声音变超小声，你们可能都听不到，可能因为战斗很大声啊，有没有？他那个战斗音效有点大声，好，来吧，我们现在有五个角色。他放奥语的时候会有一个例会哦，有必要吗？而且为什么只有他有啊？别的角色怎么都没有？你看别的角色只有这个，只有他有例会，那个男生怎么只有他有例会啊？还是说那个是我啊？不是啊，我刚创的是女角啊。我创的角色创半天，形象改半天，我有没有上阵啊？有欸，我在这里七，这只是我吧？好，我们一个来看吧。啊，一至八才开启主页哦，那没办法，咱们继续努力一下。超速驾驶，听不懂他说什么哎、欸，什么超速驾驶？你们听得懂吗？大家跟我一样口齿不清吧？没有办法、啊。哦哟，这个有例会，这一只也有，放奥鱼的时候好像有。应该说都有吧，好像只有我刚开始没注意到吧。好，一至八继续，我们过了一至八之后，我们再来回首页看一下。愁速驾驶，欸，为什么他回信那么快啊？是因为有练吗？好，战斗的时候不能切别的页面哦，可以啊，可以切啊。他是星欸。阿吉的，好烂哦。三星，哈姆不能三星，因为哈姆就是我。这只四星哦，阿的。哇，我快死了哦！想不到啊，一回来就差点死掉，因为这个是还没有升级之前的。好，主页开了，好，来抽抽，免费一抽。我觉得音效没听到，比较小声是不是？哎呀，没办法啊，就大小声没有统一。我这边大声的话，战斗又好大声。好，六个角色了。满员了，满员了，前后排，前三后三，那应该没有讲站位吧？应该大概就只有光环阵营光环。好，这边有光环嘛？阵营三个佣兵一样的，我这边看起来是这个吧？这种左上角这种橘色这种图是应该同一个阵营的。我练过了、啊，我现在练过了，所以变强了。把这只也练一练，红 S 啊，可以练到几等啊？那需要升阶，需要这个东西，直接升了、啊，不管了、
好，继续。啊，没经验值。好，那来首页看一下吧。我觉得它的字还有这些 UI 有没有很挤很大，就是塞得满满满。你看我们这个立位没位置摆耶，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游戏耶。他把这个字幕字用得很大，也没有不好啦，就是手机画面很小，然后他怕字型太小，他考虑到怕字幕太小，他把它弄这么大。但这么大的立绘就只能摆在这个位置，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游戏开发者在想什么。这边我们可以稍微大声音，反正我暂时不要去战斗嘛。我们把这个看一看任务。任务日常周场成就哦，三连发，最基本的啦。好，返回那背包。那信箱的话，看看有没有福利吧。哦，500钻是不是？好，500钻。欢迎来到超蓝大陆，送你500钻。那有好友，有好友，但是没看到聊天室。目前没看到聊天。好友的话，可以自行添加好友。好，那首充礼包，然后这一只红，我刚不是拿到红了吗？我的红不是在这吗？绽放吧，牡丹。好奇怪哦。哦。我不懂，反正我已经拿到了。然后这边是充值活动，用美金吧，然后拿钻石，有一些礼包，钻石礼包、日礼包，然后周礼包。好像我有那个角色我有角色的碎片。待会来看背包好了，看一下。这边哇，要50片哦，好吧，算你狠，50片才可以招募嘛。那活动目前有新兵训练，这个应该是7天后关闭哦。哦，大概是这边只有写5天呢。哦，新兵训练5天，然后7天后会关闭。这个可能是训练值吧，完成这些任务就可以领这个礼物奖励。那七日签到，又500钻了，我现在超过1000钻了，2400钻了。先驱者荣耀，收集25个五星佣兵可以获得这些奖励。好，招募人力办公室进阶室可以获得。这款游戏目前为止中规中矩吧，好，中规中矩，二次元，然后放置型、放置挂机的玩法。这边二次上会开时空门，好，应该是把不要的角色给遣散，然后可能会获得一些资源，返还给你这样。然后可能就可以去佣兵商店再去购买。大概是这样啦，我推测。那这边是我的佣兵要升星的话，可能就要碎片，你可能要再抽到一样的角色，所以那个首充才会说再给红啊，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是不是？好，那这边是进阶嘛，时空门，时空门是遣散。然后进阶室看看过，商店还没开，战队还没开，核心无人机招募。十连抽的话2250，我可以十连抽，这是标准的。然后友情，目前好像只有两个卡池，标准跟友情。友情的话，你就要加好友啊，然后送爱心吧。我在想，这游戏没有聊天室哦，没有聊天室说加好友。基建的话，应该是我们宿舍吧。宿舍。
好，那这边放置挂机，收益，快速作战应该是两小时啦。好，我就说这边比较吵啦，我们稍微小心一点。那出发。所以有时候那个留言有没有 ？Play 商店上面的留言不要太相信。比如说我昨天玩一款游戏，他就直接在那边骂说游戏没有中文。然后我就真的吗？没有中文吗？我就以为真的没中文，但是其实是在那个设定里面可以改。然后就有人骂，又有人吐槽他，你应该连英文都看不懂吧？连在哪里改都不会改，所以当然没有中文了。那这款游戏在那个 Player 3上面留言是说，这不是放置游戏，这明明就放置游戏啊。哦，这是有点像 roguelike 的探险玩法，就是有路线，然后路线，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的事件吧。这边好像选择伙伴加入我们，好，就随便选一个吧。当然是选女生啊，然后就过来，随便选，最好是选同阵营的啦。急救是什么啊？好，战斗。然后我们这边选的嘛，我们刚刚好像有选这两个吧。卢娜跟这个钱博斯战力还蛮高的，好像差不多了，都10000多。就是说，你可以那个选择你的阵营有没有？比如说，主角不能下嘛，啊，那没办法、啊。比如说这只下下来，因为这只没有练嘛，把这只上上去，那就四个同阵营的，三个同阵营的。所以刚刚那个在选择角色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你的组合、你的阵型、你的职业区别、你的阵营光环，哦，就尽量选一样的。那我刚刚是乱选啊，没有注意那么多。然后这边就是通关之后，你可以获得哪些 buff。吸血啦，或是加攻击力、加命中率这样，吸血吧。好，那就可以慢慢探索，这就是那种探索玩法啦。只是他把它做的比较简易，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这个功能。好，这个游戏玩法叫做星际探索。好的，那初勤还没开，三至五才会开。那我们从战役这边有嘛，到时候还会再开这些玩法。穹顶竞技场、传说对决、异次元来客，哇，9至40哦。好，这边挂机收益，那我们就要再练一下我们佣兵吧，这只比较弱、哦，有没有战力就升上来了？战力升很快、啊，有没有？这样就20000了。但是我也没资源了，哇！一分钟才可以领，这个是不是线上奖励啊？好，果然是线上奖励，就挂着越久领的越多。那我现在已经玩到24，好，那这种放置型游戏它的玩法会很多，没错，但它就是主体就是放置挂机嘛。所以说不怕会短期间之内你会玩腻，因为这边有很多其他玩法嘛。哦，主要就是这边嘛，战役嘛，这边的玩法要慢慢解锁。哎、欸，我打得过吗？我主角好像有点弱啊，要来穿那个装备吧。主角不能升级啊。我待会来看一下我的哈姆。我的哈姆要怎么强化啊？哈姆不能升星啊，那能干嘛？装备还没开，他的装备叫核心系统。好，我现在13等，好吧。好，获胜。就慢慢慢慢的推，慢慢推，然后功能就会慢慢开。那这边是目前的挂机设定。可以把一些不要的丢掉，是不是？自动拆解，
好，这边每分钟获得的收益是这些。好，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这是我主角的例会啦，应该可以换一下，更换头像，确定没有变呵呵，我再看一下哦、喔。兑换码肯定要去 Facebook 找找看。那例会的话就不知道了，看板娘不知道。哦，这个看板娘我现在不知道。那就先这样吧，想玩的人在我的游戏频道下方的影片下方资讯栏位可以找到下载连接。好的，我是汉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